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奶给你揪掉，还需要不削钢？我没穿皮鞋，四个脚趾头。你给我死！不买装备，你令我失望。山羊，推过去，我们回家啊！一段扣扎一刀，二段扣一 W A 一下，三段扣走了。哎呦，你想杀我？哎呦，哈哈！我扎，没扎出来。你令我，哎呀！哇，我这被动一手扎没吸到血，哎呀，没扎着。哼哼，这个操作太下饭了。最近没看热赛直播。跑，走回家，来一个考菲尔德战锤，这奥恩还可以，挺乐意拼的。这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扎一刀 A 一下，三段扣，开大招，平A 一走，再 A 好撞，平 A 一段扣 ，A 接二段扣。没掉血，剑魔确实加强了，剑魔应该是加强了，大招加的比较的多。哎，大招一级没加好，加没加？先来个燃烧宝石，加强了三级大招，那可能是暗改了。我来了，兄弟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马上到。你给我先死！来杀的山羊，他可能有闪现啊 ！Nice！ 把塔皮吃他几层？奥恩不出反甲，对，你就往上撞啊！再跟我打呀！我扎！好，回家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下路帮一波忙，来，在这等一手女警。日女咱就不杀了，杀女警啊！等女警来，好。一段扣链柱扎一刀，二段扣 A 一下扣一耳裂，你单杀的，他就一个人，没想到吧？女警死了，哼，往哪走？啊，往哪走？来，往哪走？扣一耳裂扎住，二段扣，三段扣呀！你先别打他，你先别打他，我扎。呀，这边怎么回事？来了，兄弟！先杀一个，我们就起飞。哪来的羊？不行，这杀不了。
呀，这哪来的山羊？你们这不管我，就杀那 ADC 呀！来来来来来，我看看。人有点多呀，这走一走来，走呗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扎一刀，三段 Q， 假的，始终是假的。写满了。哎呀，防御塔！不加孩子，这银马怎么出了个女神之刃啊？蓝不够用吗？哎，女神之刃银马行啊！我一看呢，把上面的山羊杀了，吃我塔吧。干哈呢？这呀？这是有点想不开了，我这一看呢。放弃了，好肉啊。奥恩指定得被削弱，我跟你们说100%。这回这比赛一出啊，这奥恩估计就差不离了，就不远了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注意二练 ，A 一刀接点炎，行的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注意二练，把拿走，扎一刀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注意二练，扎一刀 ，W 柱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闪段 Q， 一过来闪现走位。再一开大招，一段扣扎一刀，二段扣三段扣扎一刀，打爆六度平 A 接一技能接平 A 接平 A， 一段扣二段扣一 A 一刀，三段扣平 A， 一段扣二段扣三段扣一，没关系，练住收一下，你跟我回来。真肉啊，真是肉啊，真打不动啊，这塞拉斯加大灭等于无敌，为什么等于无敌？这把的队友还行，这把还算像点人。快点，大飞哥赶紧赢，我们赶紧下个地图。这地图不行，这地图我玩不了，这地图太他妈小了，这地图越小越让人针对，你知道吧？老针对我，这不行的，地图太小，不适合我。我这回我他妈的，我不锤死你们这回啊！青柠，大黑哥，大飞哥是吧？大飞，大飞哥饶命啊！大飞哥，你给我死！我给你一拳。我人呢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兄弟们，我爬！哎，不过如此。大飞哥，我今天不把大飞哥给你蹬下去，大飞哥，
你给我下去吧，你！我给你个嘴巴子！哼！你还跟我打？不行了，他抬不起来了。哎，跟我锤！拿下！上两天踹一脚，完了下去了。哎呀，太难受了。